你扫一个水，《水浒传》对，耶 ，bingo， 加二加二，哇，加二无情加二，哇，这次没有甩开很多呢，一定都是我在那一关莫名其妙。哎，没事，持续努力，哇，这好细哦。左右两边，那走右边呢、啊？打雷好像没什么帮助呢。30秒，我、哦、剩最后30秒啊！我掉了，那我要来帮自己。哎、欸，这没有帮啊！有时候跳跃提升反而不一定好哎、欸。这感觉要等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关怎么这么长？哇，我感觉弄到自己了。没关系，至少再过一关。Yes 啊！耶，过一关耶！ Yeah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在里面呢、啊？哦，有了，出来了。嘿，嘿，嘿。好、哦，观察者无法。我。请问迪叔在干嘛？我很猛哎、欸。请问迪叔在干嘛？迪叔在八国联军呢、啊。哈哈，可怜。伤心呐、啊，迪叔。又过了15分钟，这一次波波大显神威，跑了50关。我就跟你讲，那个加速我真的不行哦。然后迪叔就不晓得在干嘛了。目前迪叔差了20关，加油好吗，迪叔？我这个还能翻盘吗？我对你有信心。好，好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垫底就交给你，最后10分钟喽。啊！会是谁？新的一年是谁要给谁尊重啊？波波大师兄，波波大师兄，我跟你说，波波很适合当大师兄。哦，因为他很会骂人。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我说你很适合当大师兄啊。因为他很会骂人啊，对啊，他每次哎、欸，他已经骂过我2次，也是超凶的。而且那个骂是真的是那个是气炸天的那种骂。对啊，我知道。我根本没有气炸天。你的那口气就是，你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气炸天，没有人。我们之中没有人对彼此这样子的口气过，就只有你会对我们。对，每次都是凶的都是你，受伤的都是我们。你自己说是不是？那的确口气没有到很好，但我没有，那个不是骂人的意思啊。你就是要啊？我口气不好是有在骂你们吗？大家你们自己评评理。啊，好可怕啊 ！biu biu， 哇，这个不容易耶。来，先帮助大家。哦不，谢谢谢谢，太贴心了。15秒了，对，我们直接放开双手15秒。哎、欸，这个 tempo 怎么那么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他慢一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九、十。11、12、13、14，啊一、二、啊三，哎呀，顶头哦，哎、欸，这关好难，你有没有玩过一个蓝红节奏的？1、2、3 ，Three button， 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按钮在哪里啊？1、2、3，哦，太难了吧？啊，1、2、3、4，这边一个，气死，然后1、2、3，那个。三，最后一个在那边哦。一、二、三，看到。三 ，three button。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终于过了。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们到时候有机会遇到那关，你们会崩溃。或者我们最后可以来玩一下。好，最后来玩好了。它一个都是节奏的。嗯。哎、欸，它的节奏感觉不是一般的1、2、3、4。你节奏这么好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吧？我最后努力过啦，我等一下就看你们有没有机会过啊！哎呦，跳过头了，慌了慌了，深呼吸深呼吸。哇、啊，跑这么久其实也是累人呢。当然，肯定的吧？要跑1个小时，很累。累累累，没有，大家知道我们体力多好啊！
强的。我们现在是，我们现在才18当体力好吧？对，我是氪星，跳跃提升，好像不太需要啊。什么？小朋友才跳跃提升啊！我靠，差点都下去了，哎、可惜呀、啊！哎哎哎！哈哈哈！低速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弓箭真的是百分百掉哎、欸，几乎那个 timing 就是一定会把你射下去，而且我还在终点前，好样的阿叔！打雷就真的好像还好，打雷就没事啊。你看我另外一个是，我另外一个是黑黑，我对你们多好。少来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不会被黑而已。会吧？黎叔会啊。会被你黑啊！我们的为人光明磊落，然后波波在黑我们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我会大骂一场。对，什么东西？骂的我都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呢，我不晓得怎么见人呢。说对不起，波波的，他说你还敢这样吗？你还敢这样吗？真的，我总有一天一定会被你们害死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又在骂，又在骂了，哇！我不是骂，好不好？哦、对对对对对，你都是为我们着想，不是骂，你是希望我们进步，不是骂。对不起 ，B O B 哦，嗯，都是我们的错，跳不过去啦哦，啊，跳不过去，他要骂我们了，不是不是，他要念我们了啊，他要跟我们说说话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坑了？反而我反专心跑，专心跑，跳过了。喂，关有，是你，但是有个实力，稍微一个晃神都不行。啊，嗯，哎哎哎，这这么简单，一看就懂 ，easy。一看就懂，这他真的有些关卡。你如果顺着跑，就是那种五秒、十秒就可以过，就真的很佛。嗯、啊，有些关卡就是你就算顺着跑，你可能也要30秒、一分钟。哎呀，哦，跳跃提升，我好像不需要跳跃提升，好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哎咻，有嘞。嗯，我怎么没过啊？这关也不难。哎、欸，我的坏了、欸，你跳出再回来，跳出不是就不是就跳到前一格再跳过去，啊、我刚刚有过，你就跳进砖没反应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蛋糕给能哥，好像都不难呢、欸，没有什么好弄你们的，他很多那个哎、欸，就是还是这不是害人的，然后都预设他是顶头，结果不是。错是吗？哎呦哦哦 ，Creeper 哦，招怪没什么无聊，怪很可怕好吗？无聊的道具。哎呦，摔了啦！哪会无聊？超好玩的，超有趣的。还有三分钟哦，大家好好努力啊！不是，我觉得我没救了。欸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一切都是、哦、凡事皆为可能。迪叔，你怎么跟我在同一关？哎，迪叔，哇，我觉得没救了，原来还是说我们没救了，迪叔。你 OK， 你 OK， 可是玩弄 BO BO 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的鬼！这真的是，那十几秒就是没救了。他是来这里干嘛？迷宫啊！为什么不要不要过？迷宫，走迷宫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走迷宫！哎呦，害我掉了哦！我不要跟你讲话了，每次跟他讲话都没有好下场。你要跟我讲话，乔乔乔！你再说，我又掉了一次。那这不是我的问题了，你是我搞错。哦，
巧，怎么这样、啊？你再说，你再说，我等一下又掉，我就气死，我要走简单的。他要 kill 你了，哎、欸，肯定 kill 你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加二？肯定加二啊！你浪费我的时间、哦。原来这么高分，原来这么高分可以就是一直加二加二哦。没有一直加二加二，我也没加过几次好吗？你都忘了我是以害人为优先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来了，我来那个问答了。麦块 is cave gain，diamond 头是五个。翻译有在翻译啊。1.18是11月初的。那你很强哎、欸。在麦块里最快的是船，应该是这样啦。来。哎、欸，那个总统，美国总统 Jen， 还有什么？订阅最高 PewDiePie， 25+10=35。WC 16尖啾过了吗？过啦。就是因为上次私下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波波带我们去，然后我们就看完每一题，虽然五煞煞，哎，30秒，怎么这么快就剩30秒了？我还可以，让我再过一关，有 ，nice， 20秒，二十秒，啊，完了，20秒。十秒，有机会。哎，完了，没了，会没了。哦，这关过哦，再过一关，爽。啊，我刚最后一关捡到了。啊，这个不行。捡到了。哎呀，最后十分钟又再加43。43哦，好爽。BOBO 加28嘛，所以是33，迪叔加31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一直赢？哇哦！最后比数204:133:106，差不多，好不好？50到55分钟跑这个，有这样的成绩，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。我们棒棒吗？我们棒棒吗？你们哦。哎，波波还可以啊，底数不晓得在干嘛。哎，见面是1.16啊，见面1.16，对，但我们最后1.16.5要去我刚刚那一关，我看一下哦，红蓝的哦，那个我跑过。没有，还有很多红蓝呐、啊。可是那关是我这一次看才看到。啊，这关。看一下。有玩过吗？没有，没玩过這關。有玩过。哇，提速有过这关哦、喔。有啊。这个还没有射箭的难呢、欸。波波来。射箭就射箭，谁叫你平常都不射？那个真的很难。难个屁！哎、欸，完了，差点。没有，跟你讲，他最难的不在这里，他前面其实还可以。哇、哦，迪叔好像很猛哎、欸！最难的在这里。你看，最后是一个顶极限跳，顶、哦、头极限。哦。哎、欸，太早跳了。116哦。迪叔的分数是不是？哦，迪叔分数是16啊，补正，累了嘛？什么16？你的分数加十分呢？我就想说，奇怪，怎么算出来你跟波差那么多？哦，好吧。